这个球拍到底放在哪里？有的时候形成对抽啊，包括扑挡的，包括防守的时候，是这样呢？这样怎么样是？你记住一点，你这样去做，这和杠杆是一样。这是那个网子，这是对手，这是你那个握拍，对手的击球点，这是你的持拍的动作。他高了，他高你就低。明白没？他高，你准备好，你那个架子就低一点。他击球点高，你就低一点；他低，你就高。他平和网子，你就和他平，对吧？他低了，被动了，你就拿起来了。这样能听懂吗？明白没事？哎，我打球，我站在的防守，哎，对方是主动可以杀，那我要放在下面的，对吧？形成对抽以后，他那个击球点是平抽的，对不对？可以抽我，那我不要放在下面，我要和他一样高。你抽我就抽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低了，我就比他高了，我就可以打他了，给你打他了。明白没事？你别老是光放在一个点上动不了，有好多不合理，人家都往下走了，你摆在这里，再过来来不及了。实际上有好多球他该抽球了，你还这样准备，你抽到这里发不出力来，只能碰一下。要防对方给你威胁最大的球，先准备好再说。抖音。